适合创业的星盘有五种配置。第一，十宫主落在一宫，不管上升星座是什么，只要十宫主落一宫，就说明你是一个容易和社会名望结缘的人，只要创业就容易获取社会地位和事业上的成就。第二，一宫主落十宫，则你的一生都会追求事业上的功名和社会名望，你走上创业的频率和机会就比一般人要多很多。第三，土星落一宫，说明你是一个愿意花很长时间去努力追求个人功名成就的人，你在自我的定位中本身就很有老板的意识。第四，八宫中如果有木星，代表着你从他人身上获取财富的运气就比一般人要好一些，比如轻松能够融到资金，别人老是想给你提供巨额的资源。而适合打工的有以下三种配置。第一，十宫主落六宫，代表你的事业是为别人提供个人服务类的技能，这种事业很辛苦但没有压力。第二，土星落在二宫的人，在挣钱方面来之不易，也小富即安，很多稳定的高级打工者多有这种配置。第三，月亮落在第六宫，这就是典型的工作狂配置，不为名不为利，仅仅认为永不停歇的工作才会给自己带来安全感，服务他人才能令自己安心。